Hello， 其实我现在很紧张，不用紧张。这是我第一次进来巨灵 B 这个舞台，然后我觉得巨灵 B 各位真的人都很好，对，充满了笑容、活力。好，然后我想先说一下，我们是因为巨灵 B 的临时小学校，然后才会接触到巨灵 B 这个社群。然后以下是我们的提案，我们叫做导导阿学。那首先我们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导导阿学。就是我相信在巨灵 B 的各位应该都是程式，应该很多都自学来的嘛。程式这种东西其实大家上实体课程也怪怪的吼。然后可是在偏乡还有很多大学以下的学生里面，他们并不知道网络上面有这么多的资源，他们受限于学校的课程，然后让这些课程限制了他们的发展。所以我们打算把网络上这些优质的资源整合起来，并且做成一个平台，透过筛选的方式，让偏乡的学生也可以很轻松的快速的接触到这些有价值的资源。那为什么我要教导导阿学？就首先就是从我们组织的理念来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导，然后学则是我们中间的桥梁，之后会逐步变成一座又一座的群岛。而导导阿学还有比较有趣的一点，就是在闽南里面叫做导导阿猴，然后对，就是大家的学习可以慢慢来，完全不用急。那我们能做什么呢？第一点就是正如前面说到的，我们可以缩短城乡的差距。对，因为乡村的孩子其实是不太清楚他们可以用这些资源，然后也可以活络多元的资源。你们会发现就是在 Google 搜寻的时候，第一页都没有你们要的东西，一定要翻到第二页或第三页，对不对？这些就是被演算法限制了，导致很多优质的资源被埋没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还有减少科技冷漠，这些就是透过构建社群，让学习师可以一起合作的。对，还有这最重要一点就是推动自主学习，后面我会提到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。像这边我们有发现高中以下的实验教育的概况其实是逐步攀升的，甚至在三年内就已经翻了三倍。而一零八课纲的愿景也是自发、互动以及共好这三个精神。然后因为这三个精神，我们可以知道各种各大的教育机关还有学生，他们都希望可以让学生可以自主学习，然后自己学习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可是因为受限于现有的状况，其实很多学生完全做不到。对，正如我们前面所归纳的，其实学生有三种状况。他们不知道原来学习资源有很多种，只能好好的配合学校。可是有些人是知道想学什么，但是找不到他们要的资源。还有一点就是老师的需求，他们的需求很多元，然后找不到哪里有合适的教材，所以导致了学习资源遍地开花，可是没办法跟有需求的人做了连接。那我们的目标是谁？最重要一点是最简单的，就是自主学习者。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可是没有资源，没有资源让他们找不到，让觉得学习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，就降低了学习的动力，然后也受限于自身的各种背景，让他们不能好好的学习到想要学习的东西。那我们跟现有的平台还有什么差异呢？首先是你们应该听过库克云或菊英教育平台，因为新闻都有报道过嘛。那其实在这些平台的话，他们都极度仰赖于他们平台管理者本身，他们自己所产出的资源。然后因为只有产出这些资源，所以对多元发展是有局限性的，然后也没有系统化的整合及曝光，还有很重要的没有筛选条件，他们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什么。像我要学程式，其实我不能从这些平台面找到，也不能从这些平台面找到，因为他们并没有针对程式开出一个适合学生的分级的课程。那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通过把学习资源归纳起来，
让 现有的资源可以把有系统化的统整，然后一样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筛选，让大家可以很没有距离的可以接触到这些有实用性的资源，对，然后进而提供一个有多元、透明，还有可以共编的学习资源网络。我们要怎么做？这边其实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图把它构建出来了。那是我们的使用者，我们透过提供平台帮他们达成他们的目标，并且因为有目标，所以他们会想要成为会员，进而建立社群，然后一起投入到资源平台里面。那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方有什么困难。第一点就是我们对于教育资源的需求很高，可是其实共编资源的意愿很低。还有我们营运成本很高，开发过程是资源很不足的。那我们其实有几点，这些我们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。这边我们已经跟好几个实验教育的单位合作，邀请他们一起共编我们所需要的教材以及资源。至于人力的话，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工程师，所以对我才过来这边演讲，希望你们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合作。那我们设备的话，我们已经跟政治大学已经有接洽了，并且已经谈出基本初期的合作，就是初期他们可以提供我们设备，并且评官是无上限的，因为政府的钱是可以随便花。然后资金的话，我们如果真的有做出知名度的话，可以申请政府还有民间的提案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成果。那我们需要什么伙伴？我们的伙伴的话，目前我是一名学生，我是一名普通高中生，可是我的其他成员也是普通的老师。我们虽然大家都是很有热忱，然后想要一起改变现况，可是事实上是我们的能力真的是完全不够的。像其实我当初会想要做这个东西是，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静态网页，然后透过大家用 Google 表单送出他们拥有的资源，我再把它统整起来。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到。可当我们发现台湾的教育是如此匮乏的情况下，我们想要把它构建成一个高互动性的网页，进而搭建出我们自己的社群，可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起共办活动，一起学习。可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人力是完完全全做不到的，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点是我们需要招募前后端的工程师，无论你是新手或是老手，甚至是超级猛的大佬，只要你对程式有兴趣，并且根据我们的制作界面草图来制作我们相应的网页或 app， 然后可以指导我们新进的人员，然后之前共编人员则是接触过各类资源，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能力，对。好，然后可以跟陌生人哈拉一起建立社群。最后是设计师，我们要设计各种 icon 文案，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需要经营自己的社群，让大家可以愿意跟我们一起共编这些学习资源。最后是只要大家可以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对这个专有所帮助，并且对于台湾现有的教育概况感到不满的话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贡献出一个自己的心力，一起来改变我们的教育。然后这边是各种研究方式，然后这个 QR code 是可以直接扫的。好，然后最后面还有15秒，让大家再把最后面这个简报再稍微看一次。讲完了，还有10秒啊，我们看久一点，好，认真看，他们需要这么多的帮手，请大家多多帮忙。谢谢你。如果是录影的话，那就最后好。那阿炳先，阿炳请。好吗？这切过去有点低了，触控的呢？你那边有没有问题？你两个看起来像是店主是主控，有连带的。